双缸的液压打井机调试启动，电打火，这个没写上，手压吧，压，这个水就会上来，你看。那个上来以后，对，压，出来了，冲水了，然后操作，转动，高转感，打开小门，高转头。好，下面有水了，可以打了，来点。现在开始打井。对，就这样打井，看到了吗？看这次速度多快，好，第一根弹板马上下去，然后是把水关掉，把水关掉，把水拐了，把水管水拐了，把水拐了，把水关掉，把水关掉，水关掉以后，卸钻杆，哎，杆子，第一根钻杆就这样下去了，然后上升装第二根钻杆。装第二根钻杆，下边，好嘞，控制，对，控制开关。往下打，冲水了以后就可以继续再往下打了啊！继续往下打，现在是第二根钻杆往下钻，从里面反出来的水到蓄水池里面啊。
就这样慢慢的往下转就可以，很简单。关水，关水，啊，关住水以后，关住水以后，它可以卸钻杆啊，可以卸钻杆，卸钻杆。哎，这样卸，打个反转就可以卸钻杆。第二根钻杆下去了啊，升上去，一次类推，一次类推，再装第三根钻杆就可以了。